偿律师吴永武一上映就登上平台收视冠军，成为近期最热门的话题韩剧。而其中朴恩斌饰演患有自闭症的天才律师，自然又可爱的演技是让他的人气一路狂飙。不少粉丝为了见他一面，在下班路上等待，想亲自为他应援。不过近日却传出小插曲，有粉丝疑似太过激动，不仅从朴恩斌后方伸手拍他肩膀，还将他往后拉，画面在网上曝光，引发热烈讨论。日前有网友在论坛上发出一系列朴恩斌下班影片，门口外聚集大批粉丝，他亲切露出笑容跟大家打招呼，也收下粉丝为他准备的礼物。而走到保姆车前，他却遭一名粉丝无理往后拉，善良保镖马上回头制止。而朴恩斌发现后，其实表示没关系，还温柔地向粉丝道歉，并要粉丝们平安回家。网友看到画面后，先是大赞他的温暖举动，同时也批评该粉丝行为不恰当，表示这样很危险，呼吁大家理智追星。